一群小人，你快点回来吧。等你回来以后，我去找你拍把片，到时候我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开心好不好？我写的戏马上就要开演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一定会回来看的。你是帝君，你不能食言。今日便让这玄心眼为仙君下一场雨吧。来，我的肩膀借你。先是严旦以创世英雄传一戏，感谢诸神众仙的创世之功，愿三界再无战事，永志不忘，以示先烈。此戏理应夺魁。你是不是做到什么好梦了？梦到你自己心爱的女子？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仙士身上为何会汉檀清香？他难道是严丹？严元君，走！不，不走！快走，快走！我不走！走啊！走啊！取心救人之法凶险无比，剜心者痛不欲生，心力大减，一个疏漏就会元神俱毁，白白折损仙命。帝君慈悲，早前便执意拒绝了此法，但现在是真的束手无策了。四爷憨胆之心，我的心能救他。欢颜如烈，悲苦如己，浓尽必哭，淡者履身。妹妹，严淡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睡觉？严淡，严淡，快起来！你姐来抓你了。我姐。不是已经查了下吗？他来了，怎么我们毫无察觉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你修罗族的身份绝不可暴露，如果在仙界有人知道你是修罗族的后代，必会杀之而后快。你知道吗？天条的守戒为什么是不容有情吗？因为唯有神仙无情，才可保六界平安。掌事有情便死伤千万，而如果帝君有情呢，那将是六界的浩劫。范贵君，是你。本君先好，清理应渊帝君。帝君与范贵君是同一人。严旦损坏玉器，性情顽劣，罚其入偃戌天宫侍奉，亲自缝补混元玉带，直到本君满意为止。这是什么法宝啊？十五。这叫不离镯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十五步以内，就会像方才那样飞走。十五。你这个小人！上身微拳，气旋六腑，然会双腕。学得挺快嘛，可惜腕力太弱，底盘不稳。有本事你把这个破镯子给我扔掉，我给你单挑。那你有本事自己摘，本君等着那一天。哎，让你翻规，让你破我棋局，让你逼我缝衣服，拿剑射我是吧？看我怎么报复你。哼。
条有言，众仙有仙阶高低之分，可人却无贵贱之别。那天条有没有告诉你，仙法也分孰强孰弱呀？严丹是我宫中仙使，若是犯了错，我必会管教。几时轮到妙法阁出手教训？欺凌仙使，骄横刻薄，这不是一阁之主应举之德。本君的人，你动不得。这些年踏遍六界，寻访仙界凡间无数奇胜，终不得其解。你若了我遗憾，本君圆你一个心愿。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这边也有啊。仙使严丹违反宵禁，殿前失仪，罚用灵书笔抄天条百遍，限明日午时上城凌霄殿。是。还亲还在魔界巡查，无界封赏魔界之友，让邪神玄香上仙界一趟，我倒要看看他是否真的没有反叛之意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我会杀了你。他是说他想要自由，想要离开仙界。这私放仙兽下凡界，这违反天条啊。那怎么办？那就违反天条呗，只要有掩虚天宫的腰牌，谁敢阻我？来，破神道。你刚刚明明可以用仙力抵挡，为何要以身救我？本君只是不想看到你被劈成两半。天下承平已久，然魑魅魍魉之辈重启兵祸，今无令东极青离帝君应渊领兵，率天兵百万，此次兵锋所指，必要敌清六界，此战必铲除贼佞，再迎祥和。六界和平，应渊军破敌百万，平安归来。应渊，